宝藏团与喜临门员工分成两队进行比拼，第一轮三人通过滚床垫传递20个乒乓球，第二轮两人完成丢床单，并且要将床单覆盖到身上，所用时间较短的一组获胜。刚刚我们的合作伙伴所用的时间是3分35秒，那我们下面开始游戏。好，我们怎么分配啊？我面积大，我好盖一点，我睡好了，好不好？敖犬长手长脚好了，你们男团女团的负责搬运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哦。啊，好晕。我们是多想赢，为了名额。不要敞开比较好，因为越敞开越薄，越容易飘。越松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试一下嘛。一、二、三。所以说不能抛太高。现在我们宝藏团的嘉宾准备。开始，漂亮，好，两个人一开始就撞在一起，好的，敖犬，好的，宋方圆，好，我可以一次性扎两个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哇，孔雪真的厉害，哇，孔雪，哇，孔雪，你没用生命在玩呢，这个游戏，哇，我怕雪直接会后空翻，哇，孔雪，哇，哇，孔雪不会甩头厉害，哇，这都飘逸的红发，孔雪，啊，孔雪，好。孔雪，胜负就在你身上，孔雪。我的裤子要掉。孔雪在 MR 路上翻腾如飞，盘上盘下。你们俩在干什么？你们俩在干什么？你们俩在干什么？他没有过来。你怎么会突然跑到这么近？我要帮他。快点过去。快点过去。好了。可以啊。敖犬挤在两个中间很为难，敖犬还要挤，宋方圆你要掉下去了，宋方圆，宋方圆，宋方圆，你要多远啊？你要理解一个人的体力，你倒是过来一点，三个。哇，孔雪几乎要一个人完成比赛了，雪好快！孔雪体力太好了，你看孔雪完全不会累。你们俩太过分了，你们一人滚一张床垫，孔雪一个人滚两张床垫，你们两个太过分了，你们两个就滚一张，他一个人走那么远，孔雪好快、啊！孔雪，加油！孔雪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来了，到我们了，到我们表演中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可以了，有了，多少？多久？宝藏团的嘉宾3分08。